好紧张啊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是谁。我这一次新专辑没有买到，因为演唱会离卖专辑的地方很远，在明洞那边，就所以就没买到，很可惜。那只能在大黑官网上面买了。这个开了，开了，各位。我不敢看，这咋开呢？这样子的，好看。先让我看一眼。这个，我太喜欢了。好紧张。哇塞！我想看小卡，我先自己看，不给你们看。哇塞，这看个锤呀、这都是那个韩文，这哪看得懂？天哪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！天救国，我超喜欢这个系列的。天哪，天哪，好好看！哇塞！完了，我又不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！金泰亨实在是太好看了，金泰亨国的怎么可以这么好看？我要把它翻完。金秀珍真的是太好看了。这个是。Nervy has solemn 哦，这个是歌词，我还以为写了什么故事呢。歌词，我天哪，我真的是太喜欢了。So what？ 这个我还喜欢另外一个系列的，也很好看。花样年华。花样年华，我这一次还去了他们之前拍 Butterfly MV 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太好看了！你看的是那个废弃的游泳池，走过去真的太不容易了，因为特别偏，要爬山，然后说白了不好听一点就是垃圾场吧，要翻过垃圾场，然后上一个楼梯就到了，特别好看。虽然它是废弃掉了的，但是真的很好看。如果当时我是想的，如果下雨的话就没办法去了，因为去的话就拍不到很好看的照片，而且比较危险。那边的路不太好走，全是蚊子虫子，特别不容易。到时候我出一个视频吧，就是花样年华的，我当时在那边拍了一些视频。我这一次出去其实还是拍了的，只是没有用稳定器拍。我本来是想用稳定器拍，然后剪一个视频出来的，怕是不行了。所以，但是我这一次拍了视频，拍了有168个视频，我不知道该剪到什么时候，就比较零零碎碎的，就是那种生活的，就不是那种很文艺的视频。那种视频可能这一次剪不了了，然后。到时候想把防弹之前拍 Butterfly MV 找出来，然后再跟我的对接上，然后发出来。好的，看不懂，这是一张 CD。 完，太喜欢了。虽然没有抽到田秋国的小卡，没关系，是谁我都喜欢，不管是哪个成员。虽然入坑没多长时间，演唱会的那一天是365天，整整一年。这是我买防弹的第一张专辑，完了放进去了。很后悔错过了他们花样年华的那个时期的，特别喜欢。这是我买防弹的第一张专辑。好的，录这个视频结束。好像该给你们看的都已经看完了，没有什么好看的了，那我就尝一下。肯定有人已经按捺不住，很想让我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味了。行，那我就先尝一下吧。尝了之后我就把这个视频关了，我得收东西了。你们看一下，我尝。
床上，一大堆一大堆东西，啊，我把这个灯弄一下。好亮，那我就尝一下这个。没尝出来，这啥呀？还可以，还挺好吃的。嗯，对了，我要讲一下，这一次我去韩国，我减肥不，我健身了大概半个月，然后我当时说，我说我去韩国肯定要长回来的，虽然减了一些下去那个体重。我说我去韩国肯定会长起来的，因为天天吃一些好吃的呀，肯定会重嘛。可能我想多了，我这次去韩国肯定瘦了，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要称体重。他们那边吃的，我当时我跟朋友去吃的，就是吃一些东西，没有点很多，但是吃稍微一点点就饱了，很容易饱，而且亲测韩国的东西确实油水特别少，就不像中国放了很多油，然后韩国那边人基本上很少是体型很胖的，都是比较瘦的。嗯，行吧，到时候如果还有什么我想起来的，然后我再录一个视频，那就这样吧，拜拜。